人人都说不祥，让我疯了万花楼，可我偏偏喜欢那儿。你猜我为何不怕？太子殿下乃真命天子，任何宵小之辈都伤不了您。若是拆了这万花楼，反而少了个娱乐去处，实在不该。知我者莫过于左詹事。来，玄珠公主到。原来是玄珠姑娘到了，赶快有请。殿下，不知殿下唤臣女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本王自那日见了玄珠姑娘，便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我看在这高都城，也只有玄珠姑娘可当得起这美人二字了。本王时时刻刻都盼着与玄珠姑娘把酒言欢，夜夜笙歌，好不快活。如此佳人配美酒，必须得本王亲自喂你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左詹事，殿下说的极是。美人这是怎么了？兴致不高，还是在怪罪本王啊？臣女不敢。这就对了，来。臣女实在不胜酒力。既然是这样，无妨，你稍事休息，咱们待会儿再继续。多谢殿下，臣女告退。